好热啊！今天在外面待了一天，然后今天呢去看了一天的车，各个 4S 店跑了一天，然后就把你们之前给我说的那几家全都去看了一下，然后最终呢订了一款比较适合自己的，价格也不高的，然后明天上午呢去提车，其他的都已经说好了。太累了，看我热的这脸，哎呀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先喝口水。舒服啊！刚才回来的路上，买了点黄瓜，买了点这个圣女果小西红柿。明天提了车之后，我就准备往家开了，回家给车挂牌，怕路上一个人开车太无聊，买了点水果，无聊的时候自己就吃一点，然后还能补充点水分。好了，今儿个就说这么多吧。累了一天了，我就洗漱一下，然后美美的睡一觉，明天去开咱们家的车，开上车回家挂牌。别害怕，不是房车，是买的小车啊，我也不是富二代，就几万块钱的，代替我的腿到处去啊，去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。